2024年开年，加拿大联邦依旧发出了四次邀请，其中三次为全类别邀请，均都是500加的高分。可以说，加拿大联邦依自职业定向抽选以来，常规类的分数一直都居高不下，持续500加的高分让许多申请人压力倍增。毕竟在优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依快速通道中，一分之差可能意味着不确定的等待。如何才能打破高分困境，在高分竞争中脱颖而出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为申请人带来200分加分的神器 ——Lumia。什么是 Lumia？ 加拿大奥米尔是劳工市场影响评估的简称，英文全称是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其前身是 Labor Market Opinion。2014年正式更名为 Lumia。Lumia 需要由雇主方提出申请。加拿大的雇主如果需要招聘临时外国劳工，便必须先向就业及发展部门（简称 SK） 递交申请。如果能够得到签发的正式批文 Positive Lumia。则可以凭此协助临时外国劳工申请工作许可，令其可以赴加拿大为此雇主工作。加拿大政府规定，在本国就业市场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的时候，雇主允许雇佣外国员工，也就是说要申请 Lumia， 加拿大雇主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是试图先寻找符合资格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来填补工作岗位，但由于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才转向雇佣外籍员工。 Lumia 的优势：一、工签。豁免 Lumia 属于少数申请情况，对于大多数申请加拿大工作许可的申请人来说，只有积极的 Lumia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Lumia 除了为工作许可提供支撑，在移民申请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二、EE 快速通道。在经验类移民 CEC 类别中，可以给候选人直接带来50或200分的加分。在联邦技术移民67分评分标准中， Lumia 也可以带来15分加分，轻松满足入职标准。三、雇主担保省提名。对于不满足省提名工作经验或者分数的申请人，通过 Lumia 获批工签后，不仅可以累积加拿大工作经验，为省提名加分，同时也能够支撑省提名申请中证明海外招聘的合理和必要性。 Lumia 的申请要求：一、招聘的职位必须是 NOC 当中的职位；二、公司不能低于当地的行业平均水平；三、雇主必须采用三种或以上招聘方式；四、雇主对应聘者进行面试，并需要做好记录，证明来面试的这些人都不符合要求，说明不符合要求的原因。五、在广告及 Lumia 申请中限制申请人的语言是英语或法语，如果需要申请人掌握其他语言，需要做说明。六、递交 Lumia 申请时，必须要附上公司的证明文件，包括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商业执照、最近一年的报税报表等相关证明。可以说 Lumia 加 EE 是一种快速而且成功率极高的移民方式。对于在 EE 项目中分数不够的申请人来讲，获得 Lumia 可以直接帮助移民申请人在联邦快速通道 CLS 打分系统中拿到50分或200分，因此很多人称，只要拿到了 Lumia 就等于拿到了加拿大枫叶卡了。